我开车一整天终于到达丽江，我的身体已经有些疲劳，但还是先收拾了房车，拉好了驾驶室的隐私帘，再把所有的隐私帘都拉上，这样就算在车外面也看不到车内。打开双气流排风扇保持通风，接着去洗手间洗了个手，感觉口渴了就喝了些水。开车一整天没吃东西，下车锁好车门，去古城里找点好吃的。停车场的对面就是丽江古城的客栈区，正好有一家餐馆，我走进去，老板说刷到过我还要给我免单。我点了一份套餐，全部是当地的丽江特色菜。你们知道我吃的是什么菜吗？这是一家由返乡大学生夫妇创立的餐馆，虽然老板执意要给我免单，但是他们做生意不容易，我不能占这个便宜。吃完饭回到房车里，发现王子小臭狗把垃圾桶里的垃圾撒了一地。我收拾完地上的垃圾，去卫生间里洗了个澡，开了一整天车非常累，赶紧回到我温暖的大床上睡觉了，晚安。